好几天没有打开手机了，我觉得这个直播的后劲还挺强的。我昨天播到了1:30，我们在开复盘会，开完了回到酒店洗完澡，躺在床上是早上6点钟，然后我以为我大概可以睡到下午3-4点钟，无情的被我的生物钟给叫醒，10点钟就醒了。我就感觉好像又经历一次新的什么倒时差的这种事情。今天就是没有日程，然后在床上躺，稍微的收拾一下行李的一天，妆也没化，涂了个口红。今天就去吃我们的收官宴，因为今天一整天该睡的睡，该整理的整理，我们都还没有吃正餐，所以带我们的小伙伴们出来吃饭。今天我没有吃云南菜，我在江浙菜和云南菜之间毫不犹豫选择了云南菜。然后就准备带他们去一家之前月月带我去吃过非常好吃的一家，据说有点上海云南菜天花板的一家店。开心下班收工，什么事情都没有。好几天没有拿起相机了，就突然之间对相机又重新有了那种心动的感觉。就前段时间真的是录视频录到我有点怕拿起相机，感觉就是一拿起相机来都在录一样的东西。但是人就是这样停了几天去忙了一点其他的事情。对，我现在对直播就是听到这两个字我就有点两眼发黑，然后重新拿起相机开始录 vlog 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种心动的感觉重新找回来了，这种分享欲重新找回来了。明天就是这个月的出差结束，又要各回各家了。那我会在上海多待2天，因为明天我爸跟多尼就要来找我。哎，你知道今天超好笑，因为我爸他今天在收拾行李，然后他还给我发，他说多尼的 cooperation 机场穿搭这样子穿行不行？然后我说啊，都可以了。然后他就收拾很多，然后他给我发信，他说什么多尼的小袜子、小内裤，然后他的外套、他孩子玩，然后乱七八糟东西。然后他竟然跟我说了一句，他的护肤品就不用带了吧？我昨天看你直播间有给多尼准备，然后分享了一个那个宝宝的旅行装。我说你不会全场跟完了吧？他说对呀、啊，我说现在想这个外国人，他跟了8.5个小时的中文直播，好厉害啊！然后我今天还在小号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我记得有条特别好的留言，他们说欧巴，然后冒号中文，我现在强得可怕，然后还有人建议下次让小唐在现场给大家发券，哎，这也不是不行。我今天又穿了这条 swing 出来了，我真的好爱他。哎呀，我先刷刷菜单吧，他们那家菜单你们可以先看起来。这家看着很洋气的云南菜。好，姓刘，预约了3位。就他们从预览一发出来的时候，就是我好想要，好贵啊，看起来。对，这边就是我们直播间放在后面的那颗仪器，很适合拿来当，就是客厅里面就是两个炉火香薰月，他给了2瓶哎，谢谢顾姐。现在去机场的路上，但是不会去坐飞机，我去接多尼跟欧巴，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在来上海的路上了，超开心。我今天一早上就是心情巨好，我在酒店整理了一下，
画了个美美的尖女儿妆。많이먹었잖아요박지희맛있는거또줘또줘뭐먹고싶은데我忘了，结果停在了出发口。
비행기오늘비행기재밌었어요네무서웠어요네조금만마셔我前天就我爱吃花椒鸡。我给她买了小公主的玛丽珍鞋，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她看也不看，摸高吧，就穿我的。大人的鞋子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魅力呢？很好奇。她今天一来，看到我这边放的鞋，她简直就是开心坏了。哪里有的色？莫拉。여기 여기 여기 마니아 여기 여기 가슴이야 여기 여기 마니아 에이 마니아 마니아 어서 자기 나 뭐 다 야 10点了한국현재 하 快点睡觉 睡觉 박지 快点睡觉 他已经穿我的鞋子四处穿了好久 你要不要睡觉了等你啊그걸왜잡는거야근데쟤이머리를잡아잡다宝贝주세요해야지이거넣고이거넣고줄게호딱넣고하자정글북이야알았어알았어알았어금방넣자나도우엄원안원안아이고원안这是他们俩回国必吃的早餐，牛条蘸皮蛋瘦肉粥。
再搿么搿么。好吃吗？我们去找好公好婆，好不好？他三个字的，他那个吧，他那个，他那个，好高好破，他们说。啊，那是。看，第二个，第二个。冰激凌。还能再一击。嗯，真乖。不破就行，不破。嗯，不破。嗯。我们去吃饭好不好？不乐意吗？是啊，丹迪。走吧。丹迪。接下来遛马路，因为我们住的这个酒店离现在要带多尼去的那个自然博物馆很近，所以呢，我们就准备走路过来。那今天天气超给力，本来说今天要下一整天。降雨可能性是100%，但是就上午下到了7-8、9点钟，后来就整个放晴，三天巨好。杜尼呢走的有点慢，我们9百米的路线已经走了20分钟了。我爸要跟我老爸喝酒，想了好久了。阿拉斯，阿拉斯，再见。快点，快点。妈妈的，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快乐还得。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 city walk。他非要我抱他，他非要我背他，现在想办法硬抱过去了。喂喂，我是跑。到家啦，我们耶！耶！我总算可以刷个剧了，看一下眼泪，你忘了。